最近我遇到林彦俊和神秘美女共度三天三夜。7月15号晚上，林彦俊回到北京入住某酒店。16号白天，他和美女先后下楼，美女在大堂买了冰淇淋就出去玩，到晚上才回酒店，在门口斗殴。过了会看，林彦俊也带着助理回来了，美女立马进门，很快助理们下楼给小狗喂食。到了17号晚上，两人终于同框下楼一起拿外卖。美女在柜台上找到外卖后，林彦俊立马接过来，男友力爆棚。到了18号白天，两人依然是分头活动，林彦俊去上班，美女吃了顿外卖就出门去了。到了晚上，美女先回酒店，之后林彦俊也到了，两人刚好撞上就一起回房间。路上边走边聊天，林彦俊说两句俏皮话，美女就气得拍他背，林彦俊立马搂着他一路打情骂俏，超级甜啊。之后两个人一起进房间了。之前网传林彦俊因为生病暂时离开娱乐圈，粉丝非常关心，看来养病的同时没忘记恋爱啊。